首先呢，向在座的每一位仁波切法师，还有与会的大众呢，说扎西德勒。呀，对呢。巴迪，对呢，对呢，对。江浙，过了。现在意思嘞，他的他肯定是要的，他也不给加工是不是？也给加工是。他的那女，是他的那女嘛？现在女啥呢？他给马彪到了呀，输的，他救不远了。得知道，现在他退休起来买名女啥？看图图的嘛，加给加。俺那的现在就是。呢，就参谋长派给永远去搞的，加上那么是这里不晓得，但加上俺家就是引起个讨论啊。可是 FM 嘛是，反正就是那种就可能，两种酒呢也学的，但两种没酒呢，但俺头些是见面都蛮，都是蛮多没，蛮多呢，俺那菜也蛮多。那么，这个声音大众可以听得到吗？清楚吗？可以有，好，那今天呢要讲解的是皈依。那么法王有提到说，当然如果有这个翻译，当然是就是一个一个翻译，这样会很清楚。但是呢，如果这样翻译的话，会比较没有时间。那因此呢，法王说他自己会尽力，这里会用中文来做这个讲解。那。但是有的时候呢，法王也会说一些这个藏文的。那么其他各种语言，有的是用 FM 的这个系统在听。那法王说，如果幸运的话，你可能会听到那个翻译。那么接下来就会这样来上课。你知道他第二位，胡队，啊，胡队，啊。अने धमुदे अने सेआदे अने जमजु सेआदे अने जमजु सेआदे अने यिगिन जुनी बति नालो लिया केप सेआजी दन जो सेआजी नबनी योंदे योरे अने धमु ता पेन केप सेआदे ये अने तेंसा मानोरवा जब तेंसा तेंसा मानोरवा जी तुंग योरे अने जो सेआदे के
아니 다지 런이 지베 나리온두 산에 다지 런이 지버 가야로 얘기 아니 지베 나리온두 아니 에 텔레 교 통계인지 체네 아니 대 체 체네 아니 디기 바지 가져야 돼 디제스 마지 줘야다 안 되네 교 쉬어야지 교 쉬어야 당부 교 쳐야 되네 교 쉬어 아다 디주 동요래 마 다 그게 네가 겨우 주는 아 갈래 쉬르도와 아니 다디 다디 가르쳐야랜디 다다 디도에 아니 어 我的中文不好 你们别介绍啊 今天我们要说明的就是 皈依，简单来说，这个皈依有两个部分，皈依就是皈依和一，皈依跟一，是吧？皈依，它有去的意思。 举例来说，就像一个判死刑的人，如果突然看到了包公，就会拼命的跑过去，然后呢，他会跪下来求救啊，求救我，救我的命啊，就这样，就有这样的意思。然后呢，一。 它有呢，一的意思呢就是依靠，那种靠山的意思。所以呢，皈依，它的意思呢就是，这两个字里面都有剧情。所以呢，我们在下面要说什么？要看看这了。 第三面，你第，你答应了是吗？可是嘛，错对了嘛，写了哇。第写完对，你，自己一讲不出什么结果去。你，答案，什么钱，他们钱，那么了，就是说，一等那了，就是说，三件，就是说，就是说，跟对了，就是说。 工作人家的技术中，今年的米不停，米是对，什么也吃完，难吃。嗯，第一个了呀，开始要了啥呢？嗯，第一个了呀，工作人家是啊，他最近本来工作缺工，他也一时被缺工的时候，家里用的，那个嘞，工作日出都不吃药了吧？ 伊那样搿么得了呀？一时被缺工，米些，他，俺让个地方西乡是扩张了呀，西乡是变成扩张了呀。哎，工作人我嘛多，没被收拾一下，加上俺大汉那些钱里头，工作人我嘛多没。啊，哎，缺工的，一时被缺工的米些，讲不出出心哪路了呀，要嘛嘞。但没被工资，开始了呗呢？他缺钱的些呢？ 他一时被缺工，但是因为那个就是，团团别玩都写不赢，那个是叫点数中国呀。伊那样，哎那，就去南方去，点当个玩都写不赢呢。哎，缺工什么的，就是加点当，哎那就南州被送灭去的，也不来，就不去的，就不消嘛了。他就又去的，没不赢就啥呢？哎那。 伢拉么卡些个差两两，米些就缺工什么的，就讲究个粗心改变格数，哎，那送面去得不来，哎，那教育去得不，没改不的，真这样嘞，哎，他这就是搞不提完个，米些得面，啊，他就是这些，啊，他伢的价格得是家伙多吧，他。
然后第几年嘛又要落的，你自己。然后呢，接下来在昨天讲到的段落的部分，所以请各位翻到第九页哦。这里提到齐心专注皈依发菩提，接下来是第十一页说，我与一切众生皈依上师，皈依本尊，皈依佛陀，皈依正法，皈依僧伽，然后尽力修持皈依五宝，观赏后皆续为发菩提心。嗯，定国的第四卷了，没得人。那就，这里面皈依经的皈依经里面呢，就有就是所谓的那个五宝，就是上师